在南都来我家拍戏。
有那么一些细节性的信仰。所以咱应该好好来了解咱要怎样做，再当影响来调整了事，一旦方寸方圆，咱也可以顺利啊，咱就来用简单的事情分享。第一，前年将我们的大学连修起来，用我们的意见贯穿起来，咱不仅去年的交代，今年继续，伊的交代，我咱的目标是，咱每一个单位大人的人数，每一年拢要增加30%，增加咱大人的人数，代表咱的疫情不变，疫情无减，咱愈热愈热情。像大道理的都敢讲，好激起前人的热血，我乃当一下一来承袭下去。好，前人的壮烈心气不断，那么呢，一下一来继承，每面相传。咱如果若无借着大人讲安慰，咱无法度真正去上咱人生本来的潜能去来发挥出来。咱即次去找五星大庙，啊，提起伫即个永春开团，这个永春这个团是咱一个乡亲伫新加坡浙江40几年，啊，伫新加坡得到前后啊研究成立，伫去年12月伊感觉讲伊应该爱登去大庙，好好上课推荐登去大庙。所以伊等于来了了后，亲身去做协助伊儿子读永春第一高中的边啊，啊，而且希望做敢是像咱台湾做的这个公司办同款，要做伊儿子的同学，因为目前伊儿子已经做几落年，同学做的学生也做的教他，啊，咱。新加坡等于即个核心的大家，亲身去啊，拄做些同事啊，啊，所以伊足拍拼，互人国家伊永春有一个良师呢，10几年啊，但是无几个收入个，结果是无三个廿外个尔。啊，结果咱即个上主呢，伊就欢喜个做。想讲伊个多难，只是当叫做佛教的名字，也含无咱来办事嘛，是吧？伊存心是安尼，这个伊的热情嘞，啊，这个是有企业企业啊，多的时间去做改。啊，来开团去当这个师傅，然后来，把咱了解咱的宗旨甲目标，甲咱修行的理念，咱该讲个话。讲个人目标嘛，差不多啦，但是方法无同款。伊今日讲出嘛，分担很容易，回到本体的时候，就只有那个整体啊，怎么样？哎呀，我领导那本性啊，我现在一切都做的是从本性流露出来，可是那个心有所住的时候，有所住的心就是妄念。这个本性在哪里？能够这么说的吗？不是的，这么说是不断的化掉那个执着的心。你要执着心就要化掉，你要起心就要把它化掉，就回到本性来了。那本性所流露出来，才是一切妙智慧，这样才能够应一切事而不执着，而圆融无碍。啊，不离自性之中，应用无染之德。不管做什么，不能够离他本心，应用一切而不执着到一切。我跟你们思考的是，应用一切执着到一切，这大解大，办大事要办大，讲大事要讲大量，佛祖会讲哦。我讲的大家都喜欢听哦，把那个心不断起来，所以那个也是淡定淡定。所以华严经告诉我们，度化众生，不要执着在众生上，
奖金多嘛，不要执着在法上，做什么都不要执着在什么上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就容易回到哪里？软禁嘛。师傅，你这个里面难吗？不难，很清楚啦，很清楚。因为我们有机会看到，就听得格外清楚啊。所以这一点，我们要感谢先生之德。好，不离自信之功，意念无染。一功德法身大一宇宙是真功德，是真的功德，不是都在福德上。好，若知功德者，心理不清，常行苦境，经常听人啊，无我不断，即是功。自信希望不止，即是无德。无功无德怎么说？一句话，有我在就是无功无德，有我在就是无功无德，听懂了吗？如果一个真实修道人是心急不清的，不会轻视别人啊，怎么样啊？我们很多轻视别人啊，脑袋第一个心脏病好像别人没什么，修道人第一个修道人好像别人没有什么，或者不是有什么没什么，即使他没有修道，即使他心脏病，他的本质本来就是光明的，只是因为他现在呢执着污染而已。就是这样子啊，所以我们看人家的本性，看人家的佛面，我们就不会去轻视别人。那个慈悲心，那个平等的心，自然的流露出来了，就常行苦境了。经常听人，我们如果常常的轻视别人，我不断一次足功了，因为有我对其身，记得这句话。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，那我见我办我主观化掉。所以由我在自信呢，希望不死呢，希而不死，望而不生呢，我们哪有得心呢？因为我们所流露出去的都是人之欲望，不是我们的天真本性啊。好，唯无我自大，常心不切故啊。就是应该越修越没有身段，越修越没有价值，越修越没有心中的这一切，越修越要把那个面子都要把它化掉，对不对？那么你们两个就是这样子啊，我理数，我理数就很精妙，你是这样子吗？那我们就喜欢复兴我们的面子，怎么样？越复兴我们的本性，伤害越大。就知道，他们知道这种领导啊，这种市场啊，这样子啊，啊，所以你们互相联系。善知是念念无间之功，心理平等之德，只能念念无间啊。念念，每个念头没有间断之功，这里的念头是指什么念？是画面，画面里头那个念。把那个画面想起，由那个自然流露出来的念就是本性流露出来的念头，还记得吗？或者谈过的，我们说一念不生的念是画面啊，不是所有念头都不生啊，是画面不生，自然是从本性流露出来，应该流露出来的念头，可以了解吗？啊，什么念头都不生，那个叫做什么？那个叫玩空对吧？那个是执着在空上啊，那东西上来讲离得更远啊，执着在空上更恐怖，很容易堕入自我，不是这样子的啊。所以要紧盯拿画下，那自然从本性流露出去，所以从本性流露出去要这样的人能放松，不用的，自然就出来。啊，不要刻意啊，用一个肌肉，我要使我们本性出来，不是这样子。所以降伏人心，道心显现，打死人心，法身自然彰显。这叫念念无间啊！所以心平，我们心平啊，不断在做。所以怎么样心不断在做？我们心不断在修持啊，也就是说不断的怎么样关照，使他怎么样达念不生的心平啊。所以我们心平也是时间空间的限制，怎么样？没有，可以这么讲，最大的是在精进功夫，对不对？不然行住坐怎么说？卧也是在精进，可是我们卧容易精进吗？这不容易，对不对？那何以精进？这平常就是好啊，行住坐不中，达到一定不生的时候，卧自然就一定不生了、啊。啊，是有所知怎么样？也有所不能听得到。
根据你是靠日常生活进行经营，然后心平心直，从我们的本性流露出来的德性，心平的所经出来就死了，就不会关掉了。什么意思？从本性流露出来，没有经过人心的障碍，那个是你的德性的流露。啊，自修性是功，自修身是德。这边我们回到本性，从本性流露出来是我们身自修的。怎么样呢？对身心自如。心境啊，一如它不是恶啊。我们从本性流露出来说，我们的身是自然心好。也就是说，一个真实修道者的话，他的身心一定是很健康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当我们身心不健康的时候，表示我们的修行还是有不正确的地方。但是这比较做的结论呢，重要的地方。功德需自己那些，不是布施供养之所。功德啊，一定要从本性往内去找的，也一定要不断的内照，不断往内观照，是化掉人心，然后使我们本心显现出来，流露出一切的智慧德性，这个才是功德的成就。而不是纯粹在布施供养上去求的。我布施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成就本尊定，所以如果有这个经验，就更不可能去成就本定。非常简单，我今天布施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成就本定，那个经历表示起心了。所以布施的方面当然理空，所以这样的布施问自己，只是借福大大的成就自己。这是对自己的一个提醒。供养，这里我们供养目的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求福，对不对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们的心能不光明。我们供养外在的果的时候，要记得我们有内在的自信果，是这样子啊。所以最外在供养来成就内在的供养。我们供养内在果要用时间性，我们供养外在果用时间性，对不对？可以反过来，是这样子啊，初一十五啊。那我们这个供养内在佛呢，有初一十五甚至啊，每一个当下都要供养，这要点吗？好好侍奉他啊，好好供养他，特别时钟一切时钟都要供养他。那这样子我们本性就是光明的。这个是福德和功德的差别啊，区别啊。所以五经言不是真理，非我主之有过。不利于不如学霸提升的真理，学霸依真理而行，受益人心啊，所以所做一切都是福德福报而已啊，没办法成就到功德自定啊。啊，所以这一段只有一般道弟子来讲，体质应该是打大，所以这里要把它了悟了，把它通达的。所以以后我们在度人的时候，在办道的时候，在做一切佛事的时候，你要懂得是怎么做啊。啊，不管做什么，不要执着什么，说一念半道，一念放下半道的东西，可以要什么？一念半，一念宽，这样子成就大家也照顾了自己，是这样子啊。度化我们，用这个心去度化人的时候，人家也照顾了，我们也成就了。我们起个心去度化众生的时候，人家什么受累，我们也祝贺了，是这样的，都受化，对。所以这时候之间我们要赶快建立起来，建立这样去办到去度化众生，会觉得非常的快乐、欢喜、充满，因为两个都成就上来的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一个问题，一个问题有两个问题啊。这两个问题对我们当代的众生来讲，以及我们观察众生来讲，都非常的重要、密切。我们看第二个问题，四十六问曰。那么弟子常见真主啊，常见一些在家出家弟子的呢，念阿弥陀佛，愿生西方，请和尚说得生彼佛，应为佛像。那念阿弥陀佛这个佛号，会不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？人家这么说会啊，那我觉得很有神魄啊，你会能大师具有解开的神魄吧？我们昨天了解啊，念佛的道理啊。那在这个《佛说恩陀经》里面讲到，他怎么讲呢？说舍利弗啊，如果善男子、善女的呢，他们呢怎么样？闻说阿弥陀佛这个佛号，不断的念，一天、两天、三
三年四天大，一天达到一心不乱，练好练到一心不乱。而他临终的时候呢，心术颠倒，记得吗？一心不乱，心术颠倒嘛，这样的众生一定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。大悲是什么？一心不乱，心术颠倒。是念佛的道理，是借着念佛来达一心不乱、心不颠倒，而不是说阿弥陀、阿弥陀、阿弥陀，一直阿弥陀，一直阿弥陀的东西啊，他不是这样子的。我们一放大，这样一直放、一直放、放、放、放到最后回心哪去了？不一定啊，不一定。看我们佛是什么心啊？啊，所以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。我们看这大师的开示如何？师爷。资源，因为紫金上金啊，所以为紫金，你哈尔滨吧，贵人跟你说说，世尊在社会什么事哦？有说这个西方演化之文，这里面说得很清楚，说呢，分明气质不远啊。若论相周理数啊，如果依实际的理数来论的话，有十万八千啊。所以从娑婆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有十万八千里的。一生中十二八千，所谓十万就是心中的十二，所谓八千就是心中的十劫，那八千，那十二八千你们都知道啊，十二就是身口意，八劫就是八正道相法，或是另外一种比较简单的说法，就是眼耳鼻舌身还有手足这八方面往不好的东西做，就是八劫。如果身中有十二八劫，就有十二八劫吗？在这边，事实上这个语数不是绝对，对不对？是心中有十二个气体那么遥远的啊，所以便说，便是说也。说也呢是下分，说定呢是上是定，这边说定。当下我们一念不生成，西方极乐世界是上人。说言我们心中的十二不断的造，我们西方极乐世界之业力太猛烈，我们因为发现到你在地狱里面，一念心动就是在地狱啊，一念心不动就在天堂啊。这第一天堂我们讲一念心静啊，所以人有两种，法无两般啊，人有利顺两种，人有迷恋比较深比较浅的，法呢没有两种啊，法叫顺见之理，迷路呢有出，迷路有不同，见有实理，见到本具的速度有快慢，有慢和快一点。那迷恋人念佛求生离彼，迷恋人每天念佛的目的是为了回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悟人呢自尽其心的。很重要啊，一个有智慧领悟的真实修道人，他是怎样自信心，是每天每个当下把心中的这个什么不好的东西贪嗔痴啊都把它化掉，化到拿到净，所以什么叫净？我们用大智慧来谈这个理念来谈啊，净就是达到一切处无心。心中干干净净，没有分别心，没有对待心啊，没有人之心啊，没有成见的心啊，那个心都化掉了，就是干干净净，对不对？所以不只是不断这样把自己心中的这一切不断的化掉。所以佛言：学习心性即佛土性。这句话是从哪里出来的？这句话是从《维摩诘经》里面出来的。我跟你们讲啊，如果菩萨想要得到这个净土的话，当净其心，学习心净，得佛土净。所以佛土在哪里？当净的佛土在哪里？西方清净的佛土在哪里？当我们清净的时候，我们当下是在西方极乐净土上。我们无尽的当下，我们在西方极乐净土。我们把你充满的时候，是不是啊？那个是就是在这里。当一念心动产生了贪嗔痴的时候，我们一就是在地狱里面吗？对啊，先了解啊，这个蛮清楚的观念啊。
如今多方人但心定心对哦，虽西方人心不定亦有艰难，东方人我们东土的人啊，要心静啊，我们无心啊，没有风格最大的心啊，没有人心啊，所以我们就是没有做，因为东方人是有对的，他有对的，西方的做法是这样子啊，他有对他要到东方啊，他西方都没有对啊，所以是吗？不是这样说的，心静都有对，有我对一分，所以心分得对生，记得了，八方九度道是我们的。心生啊，心动的时候，我们最心生了。将来呢，心静、心不动的时候，我们当下就无罪，这个叫做罪性本空。好，所以这地方人啊，心不静，既有天啊，天就是过错嘛。所以啊，东方人造罪，见我独生西方；西方人造罪，见我独生何果？所以我们天天念阿弥陀佛，就是为了到西方极乐世界。那西方极乐世界，如果到这里天天念阿弥陀佛，没地方去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为了到这里把空气拿上来。所以有罪无罪，是在心去做的，一切为心造成啊，万法如心生啊。法理不了自性，不是真宗的净土，见宗见师。是一念人啊，这些法理主的人啊，不了悟自性啊，不了解我们真宗有这一片的净土，正和的净土，见宗见机的，说我东方的见到西方去了，事实上一念不生就在西方，一念生就在东方啊，在东方西方不讲是有罪无罪，就像心上的功夫问题啊，所以悟人呢，在苦一般。一个觉悟的人，一个真实修道的人，在土在哪里都是一样的，在东方也一样，都是在西方呢也是一样，一样的，一样没有人心。所以佛啊，他人间对，佛在人间度化众生的时候，他也是用佛性来度化众生的。对，身在东方，心在哪里？西方啊，身在自身，心里面出自的。所以佛的心也会变过。他看到东方以前那个心，他看到东方以后那个心也会变过。所以我们是让他比喻嘛，我们大心也是这样子啊。我们现在在佛堂的心一片清净，好，把这一片清净的心带到每个地方去，就是在此一般的。所以带到哪里？就在日常生活里面，在二六时中。如果我们在佛堂的心，他也难得清净，啊，我难得清净，那怎么办？那表示我们真的很难得啦、啊。是我们大部分的时候都不是清净的、啊，我们在佛堂的心应该是看家庭的心一样吧。事实上好像是看一样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有人是年一面人啊，赶快转迷为悟啊！在家里的心和在佛堂的心是一样的心啊，各位同学。在工厂的心和在佛堂的心是一样的心啊，这个不是口号，我拿做出来，那一贯道的殊胜就体会真真啊。道的好处是在这里啊，而不是在外在，对不对？做出来才知道啊，你今天学到这太殊胜了，因为以前不晓得如何修心，现在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，否则我们没办法掌握自己，我们就是被什么掌握？被外在掌握，对不对？所以修道最重要、最大的成功原因是在哪里？自己终于可以掌握自己了。一念不生，能本性做主吗？人心不敢妄动吗？我们虽然是自然的，就会做出合乎本性的自然。对啊，哪怕会心动呢？你要心动，你观察回来，它是心不动的嘛。那这样子，我们不断都会在激发极乐净土，不断在无极以天哦。所以无极以天在哪里？西天虽远，顷刻到，当下就到。啊、所以我们老师那个铁道子啊，讲得太清楚了。我们到那天到往外去找西方的无极以天去了。我们现在知道啊，无极以天在哪里啊？好，所以佛言，佛说啦，随手处处恒安乐哦。不管我们住在哪里哦，我们行住坐之间，不管我们在哪里，都是永远的平安快乐。有点平安容易吗？平安就是福哎。我们老年人要
跟大兵见面之后，最后要怎么说什么句话？祝大家平平安安。对，昨天要怎么评呢？对啊，今天就会安啊。我们心情啊，不是分别对待的时候，我们心不动的时候，所以那心就平啊，心平气和，平心静气，就会眼看佛灯暗色离去。我就喜欢看那些两个没有错，借有形的一盏灯来告诉我们有一盏无形的心灯啊，所以能够眼看自己的心灯，我们心灯不断的点亮，对不对？就可以躲得力量，可以了解吗？就这样走给金刚的，不断的刺激内照，不断的点燃心中的那盏灯。那这样子的话，走给金刚就没有问题。啊，此心心地善无上，西方弃子不摇。所以大家的心地啊，无不善，也就纯善哦，也就回到真正的本体来。那西方离开这里不远了。如果怀着无上之心念佛往生南方。一遍遍心中不断的胡思乱想，那这样子的话还是往生难道。一样的观照，不断看到，不断的怎么样执着，不断的脾气毛病不断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那我们不过成就那无明天性吗？一样道理的哦，不是我们自己说自己不好，不是我们自己检讨一下反省，每个当下来反省回来，有过则改，能则免之啊。那这样不断的一个成长增长啊，这我们互相勉励。因见三之智，先苦十二，已经十万，破苦八劫，乃过八千。虽到西方啊，不计十二八劫，念念渐进，一样道理哦。不是我们自己说自己不好，不是我们自己检讨一下反省，每个当下来反省回来。有过则改，能则减之啊！那这样不断一个成长增长啊，这我们互相勉励。因见三之智，先苦十二，已经十万，破苦八劫，乃过八千。虽到西方啊，不计十二八劫，念念渐进西方极乐世界，就能够睹见。阿弥陀佛，所以阿弥陀佛在哪里啊？所以念佛念佛，佛念，然后心念，心念达到无念的时候，无二念、无妄念的时候，我们心中的阿弥陀佛是显现啊，所以可以笃见的阿弥陀佛。我们一个时间要笃见我们自见佛，此间善行之善。何须更念往生呢？我们只要不断的去行持善，不断的去修行，真实修行，哪里念就真的话，何须天上想要说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一样道理容易换到，不要一直讲我要回到无极以天，因为人间太痛苦，我心到目的地会脱离苦海，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再回到无极以天去。如果你这个心一直没有办法超脱，没办法超越，没办法突破的话，所以这个心一直存留留在什么第二心，见喜欢讨厌人间，喜欢无底天，那这个心怎么会到无底天去？是这样的，所以那个心要化掉啊！修大目的不是因为人间痛苦才要修的，那这么一说，我为什么要来啊？是这样子啊，我既然知道人间痛苦，他为什么要来呢？不是的，是因为人间有太多苦难的众生，佛自然以那个大慈大悲的心来的。我跟你是一样，所以昨天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为什么来，所以我们为什么来？那师兄林凡曾经讲过啊，我跟你讲啊，所以我们这些啊，就是为一大。是因缘而来哦，对呀、啊，大家要了解天地的哪面了解，都是要帮助我们的师尊呐、啊，帮助我们老师来完成这一大事因缘，什么意思啊？不断的要开示自己，不断的要开示众生，让自己不断的明理，让众生不断的明理呀、啊，那让众生明理，直修回到自性的光明来，我们都是为这个而来的、啊。
所以我们的心怎么样，永远都是没有变过的。所以你要有个愿生西方极乐故国，而是达到极乐故国的时候，我们就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在无边里面。好，不断极乐之间合我极要引起啊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断掉这个十二心的话，我们在临终的时候，我们请问哪个心会引起我们呢？我们都喜欢我们道天了，喜欢在打人的时候，我们老师会引起我们，是不是？是有意见。哎呀，老师慈悲啊，每天来接我啊，所以我挖一些好像很光荣的事情。他为什么会来接呢？因为我们不了解，因为我不了解怎么会替他来接呢，对不对？那表示我们修行还不够彻底，他还是很光荣的。那为什么带我回家看迷路的？是这样子。对呀、啊，我也不断的修行，但是你遇到什么光荣就。信心不断的提升啊，可是我们里面要建立起来啊，有一天当你想要回来接我们，你假装不能回来过来，只是后来迷路了，要重新找回，找回以后问题是这一条路有哪出的很好，我们这一条通天之路，通往自信天的这一条路有没有把它修理的很好？它是一样杂乱，一样的坎坷不平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要走也很难啊。我要去那边走，我们走得很辛苦啊，是这样子啊。嗯，就重要自己走，路是人，走是哪个？自己好好铺路啊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若悟无生论法，见西方子上看红。如果能够觉悟无生，可以离念不生啊，不生就不灭，不生就不死呢、啊。我们西方在哪里？大脑在当下，不念佛求生，路要如何到达？如果没有觉悟，我们不断的想要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永远到达不了的。我跟我们这里谈的里面已经非常清楚啊，我拿这个例来。